今天虽然是端午节，但我不怎么过节的，因为我养了两个小狗吧。我想了一下，端午节不是吃粽子吗？我等一下去那边市场给他买一个吧。我也吃一个，我就准备过去啊。煮了两个鸡蛋，煮烂溜了，这一个给白兔吃吧。你看这家伙就一口就干了，那种小鸡蛋直接嚼都不带嚼的，剩下的给保镖。你吃了一个了啊，小白人。别，保镖吃东西特别斯文啊，你慢慢吃吧，反正一人一个。买了三个小粽子，才花了5块钱，完了一人一个吧。坐好，我给你剥粽子。哎，哎呦，等一下我给你剥呀，你又不会剥，你不要吃粽子吗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吃不到，剥半天没剥开，我估计他一口就干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哎，等一会儿啊！你要听话，你要听爹的话呀！我不是你爹吗？你看，就这样的，坐吧，坐。哇、哦，第一天了，一口就干掉了一个粽子，哎，叶子就别吃了啊！行了。坐我边儿，坐好，吃吧，我爹喂你，好吃吧？啊？好不好吃啊？是不是有点粘牙？吃吧。宝贝不爱吃粽子，摆着一口就干了，来吃吧。他不吃啊，我给白兔干掉吧。来，哇，的天哪，这是吃货，三个粽子，宝贝不怎么吃，白兔吃了好多。我也吃点，不怎么好吃，难怪宝贝不吃。我刚才去了那边的菜市场，买了一些胡萝卜，还有一个大骨头，准备用高压锅炖来给两个小孩吃吧。今天端午节，他俩也得吃个大餐吧。已经洗干净了，用高压锅来炖吧。大骨头炖胡萝卜已经炖好了，准备给我的两只耳吃吧。坐好，坐下。哦，小白兔，坐。别咬到我，吃大骨头，别。下去，坐好，老实的坐好。啊，好吃吧？啊，来，坐好。别，过来，别，过来。坐好，我也干点，还可以。坐好，来，好吃吧？来，别，坐好，给他吃这种瘦的没事，好久都没吃大骨头了，补充点营养吧，别抢啊，两个。
好吃吧，瑞瑞？坐好。那边没少吃啊，来坐好。那边好吃吧？嗯，来。走路不好，坐，坐好。那边，来，走路。哎，别浪费啊，宝贝啊！来，哎呀，宝贝不爱吃胡萝卜，摆多一口一个。哎呦，太脏了，别吃地上的。我的天，这太脏了！来，你得吃啊，别人。来，坐啊，坐，对不对？哇塞，一口一个，基本不用嚼，坐好。坐好，好吃吧？啊，我是问你亲爹。哎，别，别咬到我，咬到我捶你啊！哦，的天，这个比吸尘器还严重，你看，看，哦，的天，看。就这么干的，我都喂不赢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天！手拿下去，那边吃土豆，来边。我现在发现个问题了，宝彪喜欢吃土豆，小白吧喜欢吃胡萝卜。所以说下次我就两样都炖，这个是土豆，宝贝喜欢吃土豆，来那边，来，嘴巴太小了，宝贝的小口小口吃吧，来你看这家伙，我的天哪，太脏了，掉地上也干掉嘛，干嘛？那边，下次我多给你炖一点啊、哦，来。小白兔你吃的很多了啊、哦、手拿下去。我的天哪。来。哇，宝贝也吃了很多土豆。这个骨头我也干一点吧。没放盐不怎么好吃，太肥了，这个给狗吧吃了吧对它的身体不好。两个小狗已经喂饱了，改天带大家去逛一下丽江古城啊。今天晚上天也快黑了，我就说这么多啊，下期再见。